这一站捕获，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吧。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用摇杆球选好后按下按钮交换宝可梦。交换成功，要好好疼爱这只宝可梦啊。传送完毕，取出嘎奥雷卡。辛苦了，回宝可梦中心了。结果揭晓，这次的对战者，这是你的喽！太好了，获得嘎奥雷币喽！欢迎再来玩喽！